戏里的他们。金凯，你疯了？干嘛呀你？不要命了是不是？要是不想活了，我陪你一起。戏外的他们。我的妈！想知道海洋之城剧组在国外吃什么吗？海洋之城幕后大揭秘，装备篇。还有会飞的摄影师。实际上的摄影小哥，
要卖什么？来，报警叔叔。儿子去吧，抓紧了。是。你刚听到了，他们也就想多了解一些那游轮，他们也是。让你摸了半天没人，然后你忽然这边说话。你这边用五零头，你这边要。啊，是这个的。来。这边碰到。哦。不是，死不会那么快的。是这样的。脚伸进来啊，一伸进来以后，啪！啊，太棒了，太棒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烦死了！众生。